大妈您好。孩子，家里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我这刚回来。啊，刚才我好像听见屋有人叫，是不是有人病了？没有，我这电视声音开太大了。哎，那就好，别看我年纪大，我这耳朵啊好使着呢。哎，是，您慢走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们什么时候搬来的？我们今天刚搬来。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